近日，李小璐迎来自己39岁的生日，区别以往的低调，李小璐对这次的生日显然十分看重。她不仅专门举办了生日宴会，还邀请了诸多姐妹到场欢聚。从李小璐晒出的照片来看，收到众多姐妹赠送的生日礼物，也是让其自己心情大好，笑容布满了整个面庞。李小璐像极了李小璐对未来的憧憬和希冀。早在数月之前，李小璐就曾自曝日常生活一直在研究新单曲，甚至还有熬夜写歌的经历。当时外界就有声音猜测，李小璐或跨行以歌手的身份重新复出。在这段视频中，歌名和歌词都出自李小璐的新歌《小璐》，但从画面来看，却是李小璐与薛之谦的合作片段。不仅有薛之谦为李小璐洗头的画面，包括两人热吻的样子也在其中。据悉，薛之谦与李小璐热吻的这段画面出自电视剧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，两人在剧中分别饰演了教师，并在剧中发展成了情侣。按理来说，这段画面与李小璐的新歌毫无关联，但通过网友的这番制作，显然这其中的含义变了不少。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甚至完全有可能误以为是李小璐新歌的 MV。 况且薛之谦与李小璐之前也是多次传过绯闻，两人热吻的片段在当时就被扒出来讨论了许久，加上片段中还有洗头这种争议画面，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有故意影射的意味。当然，出现这种事情想必也非李小璐本意，毕竟从头到尾在对于复出这件事上，他虽然一直坚持，但也秉持着低调的态度。抛开其他不谈，就单说这件事，李小璐也还是蛮无辜的。